早晨，大家好。咁啊，報翻恆指先，做緊18,680點啊，跌緊81點，成交有71億嘅。咁啊，今日咧，啊周大福啦，啊見到啦。咁啊，5.6% 啊，升咗。咁啊，另外1997啊，啊九龍倉啦，咁啊升緊2% 左右啦。周大福終於入嚟啦。周大福喺邊啊？係咪 David Rap 啊？周大福 ，David Rap 加啊嘛，係嘛？咩啊？David Rap 是不是加？加什麼？是不是加股？加持啊？他買得多少錢？很少。是算了。15.4，不過我覺得這些虛火來的。是。是啊。虛火。是不是啊？因為我今天呢是這樣在這裡研究呢，其實基本上個市都應該是臨硬那麼滯的啦，你接下來又意識落又成落。是。現在恆生指數又跌百幾點，一路是這樣對下去，港交所呢都已經是292.4了，292.22添，一開已經對。所以我覺得周大陸這些真是虛火來的。都不是虛火的，是不是？即不要用虛火形容，即是我應該用什麼？即不是，那你入嚟啱啱入嚟點都喐一喐啊！喐一喐跟住走咯，托高俾你走咯。哇！穿曬底睇下388，有沽嘅話 ，flat flat 啦。未出啊！我嗰只沽食咗添嗰次，總之好耐啲啦。睇下先，好驚！9月29號到期，但係仲未喐啊。早晨啦，系啊，咁多位早晨。咁啊，都係啦。如果冇咩問題咧，可以喺右下角啦開始留多啲言啊，等我哋有話題啊。如果唔係咧，就好靜噶啦。今日就大家需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11點鐘香港11點鐘嘅時間。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直播嘅。0+7啊？唔係啊，英女王今日落妝啊。哦，係啊，所以今日個情緒都唔會話太好噶。個個情緒都好緊。為什麼我想問這一隻都還沒動的，我只股玩完了？不會了，它9月29號才玩完了嘛。喂，你打電話問一下它。為什麼會這樣的？港交所股。對咯，咁找，蛤，到了啊，295穿了，即是對穿了，295股嘛。嗯。對咯，為什麼不動的？是不是要等那個時間值啊，就是。是不是已經不會咯，唔好嚇我啦。係嘛？係啊。唔知喎，我真係唔知喎。因為上個禮拜會蝕時間值，係咪因為我要等佢開，即係等佢再抹價，等一等咧？係咪要等5分鐘啊、10分鐘咁樣咧？係啊，蝕時間值啊。唉。咁樣咯，所以國泰啦，國泰而家就升1% 啦，因為話港府咧正準備積極考慮隔離措施啊，好 hot 啊，係咪？係啊，開始冒汗。唔得啊，你唔好喐，你唔好喐，因為佢係去唔到你嗰個位啊。真噶？我要 move 啊。唔係啊。真係去唔到，喂頭先。你唔好搞佢啦，到啦，到咗你就要推嘅，而家又唔到位啦。好嬲啊！会蚀时间值，系咯？点解唔喐噶？我又要等佢翻嚟。哎，到啦，到啦，到啦。OK。好，跟住咧，早晨。293。系啊。弹翻晒啦，0+7咯。讲啫嘛，系咪未 confirm 啊？俾人屌到趴街，仲唔喐？因為咧，我姐姐又有問題啦嘛，我有咩問題？我有可能要換姐姐啦嘛。你啲姐姐咁多問題，唉，我都唔知啲姐姐。姐姐有咩問題啊？你遇到個最差嘅姐姐嘅問題咩？唉，佢總之佢就話佢做一個月想唔做，想翻菲律賓啦。跟住homesick嘅問題啦，我估。嚇，係啊，跟住後屘 agent 都有同我講，因為其實呢一啲嘅情況咧，係 agent 會收得快啲噶嘛。係，咁佢就話其實收到風咧，就應該11月咧，就應該唔使再隔離嘅，就係0+7嗰樣嘢。係係係啦，咁樣咯。係係啊，咁得啦，改過一隻好過係啊，轉過一隻啦。我知啊，但係佢而家唔喐啊嘛。哎，喐咗啦，喐咗啦！喂，290添啦，港交所。
欸，其實他今天是有個消息講他為什麼對下來的。為什麼？據報旗下的 LME 被多個對沖基金控告啊。就是那件事咯。是啊，實告啦，講了怎麼不告啊大佬。你那天講了什麼？你開了賭場，是輸了，是跟著不賠，是會不會被人告？會啊，會被人告。哦，現在先改會不會遲？現在動了啦，現在動了啦，怕隻 put 太早就會賺少了，所以開價，不開價給你住，跌多一點會再開價。哦，這個是安慰你，不要緊，現在開了啦，是啦，開了啦，可以，我都安樂一點，上個星期是不斷問Ryan Chan 嘛。哇，被人告了，大鑊，即是commission都收不到那麼多，你明白嗎？是啊，即是到後來，喂，講真，錢又放了給人了，人家就走了，不回來了。是。啊，現在這個鑊當然是你頂的啦，即是有時候，啊，效忠都不要那麼大聲。哇，289添啊，真系系咁怼，系咁怼。有冇只即刻食下？我因为我 put 咗啊，我嗰日我咪变咗只熊仔大家咯，做咩唔留定啊？你哋真系港交所发兴熊69584嗰日俾咗呢一只，我仲谂住等一弹一弹买。冇啦，咁样出个消息，拜拜。冇成交，所以唔会喐。佢话顶。屌，冇喐咁样嘅，冇成交啦，咪。哦，佢话因为我嗰张得个51张，所以冇成交。我又买啦，梗系。系啊。早晨啊，咁多位吓，除咗早晨都唔知讲咩好。咁啊，咁就高 over 啲 news 啊。是因為我覺得阿 Bruce 咧好勁啊，今日冇乜 news 嘅情況底下，先有三頁紙咧。係。我就話講一講咧，要提醒，應該係星期三嘅聯儲局嗰邊咧就會講決定係加幾多嘅。係。咁市場已經講緊話係75啊嘛，0.75。咁跟住，但係就亦都係最 worst 嘅就一啦。日利。係啊，加一啦。咁你而家見到1940係有啲咩環境睇一睇咧？咪兜係彈咯。系啊，蛋啊！嗰日都有讲系逐级逐级攀上去嘅，系啊。咁点咧？冇啊！我日利，我想而家换一换，听听佢哋讲一讲，换一换先。真系赚少咗好多会。冇啊！赚一厘咯。咁而家你人仔嗰度都已经系跌穿晒啦，跌穿七啦。有排队。系啊。個市今日都對226點，其實我應該一早開咧，我今朝早 save 定咗一隻恆指紅嘅，就係69434嘅，69434，咁佢嗰個收回價就係19200嘅，咁都算係比較穩陣啦。而家嗰個恆指係做緊18450啦，係啦，咁都可以揾啲市場上就係話19000啊 long put 啊，係啦，做一個 long put 嘅。香港政府係蝕錢。預計蝕成1000億，咁但係都仲有呢一個8000多億嘅餘額喺度嘅，係儲備啊，儲備係啦，係冇計。你其實依樣嘢都係啊，即係你咁買地啊，或者買房啊，even 啊樓宇成交宗數好似都有一個明顯嘅下滑，係啊，咁你嗰啲印花税一定。少很多啦，即係過去幾年，就算經濟差，個樓價或者個印花税都冇大幅回落。你最主要嘅收入就喺嗰度，如果一 job 嘅話，其實拉曬嘢。咁另外就係翻工嗰啲咩税啊，薪俸税。交嗰啲啊。係啊，薪俸税。薪俸税咁多人都冇嘢做啦。冇。你嘅失業率都真係落得快。其實計幾樣嘢，其實政府有一個，即係政府賴嘢，經濟唔好賴嘢係緊嘅啦。咁問題就係、是、有得 ，either 你一係開完，一係節流，咁開完開唔到嘅，經濟差，係啊，你反而想即係做一啲措施，令到個市場會弱翻，即係好似消費券啊依啲咁嘅。短暫刺激措施去做，但係都應該好難
可以聽話，因為根本就係個大環境係咁樣，聽差咯。係啊。四七六升咗幾日，可唔可以追呢？我啱啱開咗嗰、那個，即係我自己個報價機睇咧個圖咧，其實我覺得今日唔係好靚仔啦。首先一百天線懟翻落嚟之後，成交都係164三千幾萬股，係啦。咁其實都我唔會追呢一隻咯。如果係嘅話，我反而可能會追啲 put 咯。700你啱啱有一啲啱啱開嗰個價，我都已經覺得樣衰啦。700繼續落噶啦，即係冇計啊！你話18400到啦，已經到啊，到啦。使唔使揾啲1211都抵抵噶嘛？啊升蛋糕隊咯，咪就係依啲啊正啊！等佢跟住再插一棍啊！1211啊，係啊。Crypto 係啊，有跌啦，跌穿20000啊嘛，呢、這個 Bitcoin 都喺20000嗰徘徊。你星期六叫我沽佢啊嘛，可以玩。而家係19330。係啊，咩沽 weekend 去沽？就係 Bitcoin 係啦 ，Crypto 係啦，2007哎，想點？冇咩想點啊？浪哥又沽過，做咩？原來藥明生物去翻50元，呢啲就係繼續穿底價。嗯，係啊，係啊，插穿咗繼續回翻落去睇40元。2007啊？冇啊，2007唔使睇嘅。係咯，即係都係彈幾日，懟幾棍，好合理啊！佢、哦、想 put， 因為但係而家呢個位 put 咧，有幾多公光俾你啊？同埋咧，一來啦，二來唔係好直博喎、啊，不如估只陽明生物，係咪先？49.幾啊？1211上25，係啊，我都睇25呢個位啊，係啊，1211睇25呢個位，上翻去之後再撥過。係咯，我覺得而家呢一個位估就冇乜再咁直博咯。冇啦，有咩好玩啊？1024咧，1024，哇，繼續懟啦，56.1元，呢啲又係可以繼續沽啦。1810咧，哇，穿10元咯。天，未驚過，等8元，等8元，等8元，我現成副身家。係。跟住長坐。係啊，恆指係啊，升翻百幾點上嚟。誒，係啊，我要睇901啊，今日。這個的反貪嘛，我不過對得不太深，比我想像中。有什麼貪啊？他說現在要這個非執行董事任海涉嫌這個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中紀委國家監察什麼監察咯。嗯。是啊，那麼阿爺監察緊他這樣而已。嗯。是啊，即是防貪腐啊，這些反貪腐這些東西。咁啊，如果 put 嘅話，其實1024都係繼續好好 put 嘅，可以再及一及嘅。港交所而家就彈翻少少上去啦，而家292.2啊，做緊，咁就3.4%度，係啦。等咯，等嗰個位再彈高多少少，就可以再揾嘢再 put 咯。因為而家我哋嗰個低位上次咪18257啊。18527啊，唔係18220嘅，18200恆指，係啊，你有冇話睇啲就走曬點？因為琴日我開個圖嚟睇咧，真係一級一級落咧係好快啊！其實輕輕咁樣懟300就已經係200啦。即係其實等通關啦，你冇一個重大少少嘅改變咗基本面嘅消息咧，個市又好難。好難喐嘅，即係而家最近就係通關，蘇哥叫好消息嘅咋？冇喎。仲有啲咩好消息啊？啲人而家覺得就係0+7都係好消息咯。就係通關咯。係咯。係啊，即係就係0+7咯。減息咯。少少都未加完。係咯，嚟緊又話加，所以有排跌咯。293咯，買正股 OK 嘅，一話通關 ，T
10% 噶，不過都其實佢所謂嘅通關呢是我哋去旅行啫嘛，係咯，跟住人哋入嚟啊嘛，其實對經濟冇係啊，係啊，所以問題就又話你要打夠呢個消息，只不過係一個好消息，係啦，唔係一個有利消息，係啦，唔係係咪有利消息？誒，因為唔係有利消息，呢個好消息咯 ，exactly。唔係就係如果你全球嘅人都有打針嘅，係係啦，咁我就覺得係非常有利啦。但是個問題是他現在規定了你是一定要不知道打夠兩針還是三針你才可以入境嘛，是啊，還要有些你打了什麼？好像打了很多人馬上打現在，是吧？因為可以去旅行嘛，是啊，跟著不是有什麼誘因令你打呢？有些是三針都不打的，其實三針都不打，是啊，現在都馬上排著去打，為什麼？因為可以去旅行，是他是怕去完就回不到你那一刻，沒人想回啊，是沒人想回啊，所以就啊，那但是都是啦，復關那些叫什麼關啊，通關，通關的消息呢啊，就在國泰的股價上一定會反映到的啦，最直接影響就是他咯，是是啊，我早幾天啊，你之前不是送機的，是啊是啊，我又是送機，跟住呢weekend， 跟住去到真系冇人嘅喎，冇噶，系得嗰个嗰、那个 area 好宏伟嘅一个机场，系啊，系啦，空溜溜，空溜溜，系啊。你谂翻你几年前去机场系多人过中环嘅，系啊，真系爆 Q 晒，哇！国泰真系死，系啊，其实。國泰，但是很多人移民都是首選用國泰的，但是很多用國泰，但是國泰不是國泰機的嘛，哦，即是你說用其他機去 serve 他們，是啊，因為國泰自己機已經不多，還有在這個澳洲沙漠，不是回來了嗎？不是，這樣要把沙除沙先的，即是要有維修的，大哥，是，是啊，喂，回來，喂，去這麼多機擺到整個機場都是，咁點算呢？係夾啦，而家夾到去跌67點就係嗰個恆指。係咁就可以部署下啦。今個星期，今個星期睇咩啊？都係三百八，三百八，我覺得出唔係三百八夠噶啦，我覺得係啊，出完就夠。我食咗添啦，已經頭先喺我唔出聲嘅情況下，真係完美嘅下降軌啊！真係好完美。係。但我肯定覺得300元或者依啲咁嘅位咧，其實係攞一浪上翻去700咯，700又破位啦，同380孖住一齊走啊嘛，走勢一樣，即係壓都差不多。都係嘅，都係嘅，而家292啊嘛，292.6。仲有啲咩？9988咧，睇下先。已經冇乜特別啦，我覺得都係橫行。咦，五號仔咧今日 put 停呢個恆指啊？啱嘅，所以我就係話頭先有一隻係近啲嘅，即係講緊話係19200收回咧，咁我覺得會係穩陣啲咯，19200，佢企得上19000咧，其實應該係嗰個叫大奇蹟日噶啦，即係又係會夾你兩三日，跟住又再懟過嗰啲嚟噶啦，係啊，3690啊。3690今日其實我覺得嗰個反彈已經差唔多咯，即係唔係講緊個跌幅啊，差唔多啊。3690都照穩咯，嗱，哇！而家黐線噶，夾一夾咧就夾到去期指嗰度懟40點啫，夾翻曬，係啦，夾翻曬。今日嘅操作已完，嗯，真係已完，今日仲快咗喎，9:49已經做曬所有嘢咯，嗰啲大户冇錢，係咯。200多億成交，哇！咁快啊？咦，收工咯喎，佢哋收工咯喎，太過分咯，好唔同你玩啊！嗱，你港交所夾翻曬上去啦，293啊，睇下今日升嘅升得誇張嘅，仲有係啲咩啊？嗰個十大升幅。周大福是不是都已經落回來了？4% 咯，15.06先。啲車股點樣可以牛個倒翻去彈翻啲？係咪因為快你唔係波子上市啊？喺德國
刺激一下，系嘛？讲下啫，我唔觉得似咯。但你好认真，好认真，系啦。1940就升唔穿咯。唔买二九三，买东瀛油，即系你要买正股就买呢啲 concept 咯。旅游 concept 系啊，嗯，即系东瀛油起码唔使买日本土产先啦。系日本土产，佢啲店攞嚟运啲嘢翻嚟啊嘛，买鸭血啊剩。系啊。中啲保險股點啊？都係牛牛豆豆啊！而家即係依啲，你其實都係穩位開 put 嘅啦。即係老實講，即係而家咁嘅市，又唔使次次出手嘅。不過睇下嗰幾日真係冇咩發生，就會跌噶。十分鐘，我覺得，因為我哋之前都係講話一個鐘內已經係算係咁啊嘛，係咯，十五分鐘啊，係 turnover 少咗好多啦。哇，好勁喎！有啲人食咗牛牛格仔餅喎，已經恭喜曬啦！係啊，不過冇乜成交。咩啊？好耐之前你有睇到一隻新興印刷咧，哦，好似1975啊，係啊，正嘢嚟啊，係咯。冇，不過好少成交，50.7万成交，即係成交額，成交量得個70万股。不過9月30日財務報表喎。係啊，全年賺多60% 上嚟。佢咁 OJ 啊？喂，其實呢只嘢係 foundation 好好。呢只嘢係咪話何家有獵攝㗎？四太5%，系咯，我都系大股東75%，所以系超級乾。陳咩生啊？嗰、那個係陳鐵生，系啊，兩個加埋80%啦。系即係幾多啊？6亿几啊？3亿几啫嘛，即係仲有6000万錢嘅貨喺街啊嘛。但係炒唔炒又係另一回事。嗱，炒唔炒係另一回事，但係keep 住有派息，唔多炒嘅，係係啦，可能會賣，嗯，係啦，即係賣。買出買殼，係啊，即係都係玩呢啲。哦，咁差唔多啦，而家3.46亿市值咯，都係係啊。1940開始回啦，未夠班89啦，而家嗰啲1171個堆點啊，1171、1068嗰啲啊，喂，跌定咗咯。可以看位入喎，即係1171。Really？ 係啊，我覺得未完嘅，冬天一定要過嘅，如無意外。有命嘅話，呢個世界係唔係你啲油價其實浪嚟浪去都真係唔係太跌得穿啦，係嘛？油價跌唔穿啊，都係喺85啊，係啊。睇先，油價就。係咯，85-90至82-3度徘徊咯，不停咁樣。但係其實如果開翻咧嗰啲油嚟睇咧，去做遠即係遠少少期貨嗰堆咧，其實你係見到佢一路都係懟緊落去嘅。即係譬如最遠嗰一隻咧，去到2024年好似有啲遠咯，好咁啊。2023年啦，當下年2月咁樣啦，咁其實佢都係睇緊80咯，已經80至79呢啲位咯，係啊，嗯，咩資料啊？唔該。哦，我同佢講話呢個嘅1940開始回啦，咁樣。哦。我見佢哋冇乜反應。唔係醒啊！喂，起身未？起身啊！大家係咪諗住等11点？係咪？等完。係啦。等11点，跟住就等1点啊 ，Hilton 啊，系啊，今日1点 Hilton， 跟住3点就有 Hilton， 系啦，4点又有冇啦，冇啦，冇啊，冇啊，冇，冇，我哋到4点又完，1点钟我做唔到啊，因为我同 Hilton 打对台啊，系啊，系啊，大镬啦今次，系啊，终于红啦，我同水晶组啊，真人，好嘢，真人，系啊系啊，两个啊。哇！哇！所以一定冇人睇啦呢一度今日咁样，唔紧要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点啊？呢、這个 weekend 有咩趣事啊？公布市真系好闷啊！我嘅阿叔喺英国翻咗嚟，
然之後叫大家移民要想清楚。真的啊？少少咯。哎呀，四三回翻啲。是啊，冇乜，唔系啊，成交量我啱啱睇过，你得一个一宗交易宗数啫嘛，所以我费事讲。喂，我觉得依家其实你未冇走啊嘛，定系走咗？你讲咩啊？你有冇买啊？走咩啊？我冇买咗，咪同你讲咗咯。我唔。你特登嘅。OK 啦。喂，自己入咗个。嗨嗨啊！而家。新股大佬，自己睇啊。喂，一诶 ，OK。OK 啊嘛。系啊，做啲咩？中国中面，中国中面几多号啊？一几啊？未够班，中国中面系几多啊？未够班食紧早餐。未够班话我抄紧194，你唔好嘈住我啦咁样。二三二一啦，都系呢啲位。中面系180，继续啦，慢慢行紧。Touch you guys， 系啦。点啊？咁啊，你阿叔喺英国翻嚟咁点啊？他不是說其實呢英國本地人呢都是說、現在那邊的政府真的立立亂的、加上真英女王走了啦，然後、之前不是脫歐的，脫歐其實是公投來的嘛、講脫歐那班人呢自己投了說要、贊成脫歐那班人呢現在都已經後悔了，是啦，因為 你很多東西你已經沒有了歐盟的支持嘛，那你這些東西又不斷在那裡啲價又係咁喺度升啦，大家都唔幫你啦，咪由你自生自滅咯。所以佢就話：佢話嚟緊嗰啲英國嘅經濟係真係堅差。如果唔係真係有一大嚿錢嘅話咧，咁啊就唔好去啦。就真係要諗清楚啦。不如移民去法國好過啦。移民法國，點解咧？Bless you。因為有歐盟 passport。屌咁葡萄牙得啦，葡萄牙得。係咯，你唔使做添。點解？好似話唔知去嗰度逗留廿一日，你已經可以攞到歐盟 passport 噶啦嘛？哦，係咩？據聞，即係你講啲嘢真係要 fact check 喎。嚇！係啊，我即刻揾下先。嚇嚇！一 PM 你瞓咗啦咩？美國嗰邊一 PM 係幾點啊？唔知喎，好似6個鐘定7個鐘反轉頭，即係。凌晨是吧？我不知道，真的。现在期货那边又兑回101点了。有去啦，是这些。垃圾，垃圾。升不回。银行那边呢？去法国日日罢工，什么都不用做。是啊。但方便。梦寐以求的生活，日日罢工。是啊。又有粮出。那自己揸车啦，大佬。哇！阿優有人 send 俾我，香港會成為柬埔寨主要哦假圖，好無聊啊！真係10 PM 哦，10 PM 咁啱嘅，早睡早起，身體好啊嘛。咁啊，2007嘅話咧，呢、這個碧桂園服務嘅話咧，嗱，即係你去到呢啲位咧，佢又會彈翻上去噶啦，2.34度。所以啱啱啊，應該係阿 Ling 啦，就話要沽就有啲嚇、真圖嚟嘅喎，佢話真係咁講喎。阿優優型話係啊，會成為柬埔寨主要合作夥伴。唔係，其實呢啲即係有陣時咧，啲 timing 咧，即係你唔好咁咁冇。咁冇sense。timing 定 timing 點啊？啲時間點啊？即係唔好咁冇sense。亂咁講嘢。喺唔啱嘅時間揀講啲唔啱嘅嘢，或者嗰期做講緊柬埔寨，而家走過去，即係仲要話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喂，你話喂，我《星島日報》講嘅，原來黐根《星島日報》同佢做訪問，即係。亂噏24，是不是先去的？我不知道、但是呢騰訊已經去到最低價了，現在港股彈了100點上去的時候，它還在挨近最低價，始終改變不到個事實。我先找一找個紅證，立刻有人
博你啊，葡萄牙买楼后要等五年啊，仲要考埋葡萄牙文啊，先转到 PR 啊。PR 系咪即系当地居民 permit？permit 系咯 ，permit resident 应该系啩，我唔知系咪系咪 permit resident。我不知道，因為我是看很多 Facebook 啊、IG 那些圖呢彈出來呢、嗯、就想盡快拿到歐盟護照，當然是移民葡萄牙啦stay 那裡21日就 OK 了，去那裡買一層樓了真就 OK 了，接著等五年是啦，有事那些沒說到給一給先，這個68261就是腾讯的红啦，500:1，咁就325.6收回的，都是上次嗰只嚟嘅，系啊，杠杆就8倍，上次诶、哎哎、真系冇买先，诶、哎、有啲近啲嘅，近啲嘅68985，68985，咁就314.4收回500:1啦，杠杆就11.4倍嘅，街货都系得嗰5% 嘅啫。是啦，街货 5%， 大家炒牛熊食几格用咩嚟做指标？冇噶，冇噶，你睇恒指一分钟图，或者睇本身嗰只嘢一分钟图，系一行，其实你真系食大额两三格咁，使唔使开一个 example？ 我通常就系睇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以往就是看一分鐘，但太緊張了，所以就決定是用三分鐘去決定那個趨勢，同埋去搏佢係懟定點咯。係咯，係啊，睇勢咯就係。而家就係呢個係咩圖嚟㗎？五分鐘啊嘛，你咁就係似佢落翻啦，係啦，即係反彈完啦，因為你見到反彈個位就睇埋個 curve 明顯啲啦，係啦，不過就要。即係好易捉錯位，好緊張咯、啊，同埋好緊張。係佢去到今日嗰個開市價，你見到啦，都冇乜，都唔再扯上去咯，係咯，完咗咯，冇啦。所以就係今日好快收工咯。佢哋我就話嚇，15分鐘就已經收工咯。唔係嗱，喺 day trade 一 part 啦，睇勢啦，係睇即係如果你要過夜嘅話，就真係要睇翻大市，即係嗰排個。嗰排嘅方向係點？近排過夜就即係你賭過夜咯。近排過夜要小心啲。係。總之星期三就意識加0.75呢，其實都係落嘅。個市啊嘛。港股一定落。係咯。哇！你唔係啊？我就係今日再喺度諗。點知同佢加0.5呢？咁就 GG 啦。係啊。真係 GG 啦。就 GG 啦。走唔切啦，因為我而家睇翻。人仔對美金0.14啦，啱啱好彈翻上去7嘅啫，啱啱係掂住7.0啊！哇！但係英鎊啊，我今朝睇嘅時候咧係8.96嘅，嗯，而家8.95啦，做咩啊？你未夠班寫啲咩？用草蜢。草蜢是不是有首歌叫《三分鐘放縱》的？我記不到我想他是不是想說三分鐘是啊，所以其實我今天呢是想看即是沽英鎊啊，嗯，但是我又有一點擔心一件事，是他現在已經去到歷史低位，嗯，我真的怕他隨時夾一夾，我不覺喎，是啊，但是你又不停地加息又升，我不覺喎，真的不覺夾可以攞夾啊！即係你貨幣同你，哎呀，真係幫我估中咗啊！咩啊？三分鐘啊嘛，草蜢三分鐘放縱啊嘛，跟住我就喺度諗佢咪睇三分鐘圖咯。對唔住，我有呢啲咁嘅質素嘅，即係去到依，這個嚇、啊，但係好正喎、啊！即係已經去到依個層次，即係我好難搭爹，明唔明？你今天不夠狀態，因為今天是 Blue Monday， 是啊，
我就長期都要 keep 住個毛，去吊住你哋啲布蚊地。嗱，而家又再回翻落嚟，睇開翻一分鐘圖嚟睇嘅話，有冇三分鐘啊？成啊，開翻三分鐘俾你睇。草蜢 TA 嘅意思係咩？我就唔知咧。係草蜢 TA 嘅意思係咩？草蜢 TA 英文係咩？三八八可唔可以入呢？就我哋講嘢成日 put 嘅喎，即係你彈嘅話，你都 call 上去啊。咦，中遠海能彈喎、啊，彈6% 喎。我哋開翻日線圖會好啲。哇！一路係咁懟啊，英鎊。系啊，894啦，一食字。想点弹咧？其实你货币好难弹。唔系，但系衰又衰在，因为我要估咧，我要用一用个脑去揾微期啊，即系微沽啊，微型嘅沽啊。你明唔明我讲咩期货微型？我唔明咧，可唔可以讲深少少？即如果我要沽英镑，咁其实我系唔可以直接英镑对港元沽噶嘛，同埋我有个电话，可唔可以听一听？九字头，喂，喂，喂，你问佢系咪柬埔寨打嚟？卫生署通知。问佢系咪柬埔寨？停，广东话请按一，普通话按二。我哋玩电话啊！无聊到咁啊！要咁你好，喂你好啊，边位啊？吓，卫生署真系好冇礼貌啊！呢个政府高管垃圾，唉、哎，垃圾、啊。唔系，跟住我就系、是、二十穿咗$2啊，好奇咩？我嘅节目时间表就系今日啦，去到11:00，跟住就12:30就去隔離台，今日12:30做到1:30度啦。係人都知片案你最聽，我哋就係冇嘢講啊。係啊，唔係同埋我未撳過啊嘛，由就係太清楚啊。係啦、啊，我想盲中中一次，就是、太醒目，所以從來唔聽。唉唉，點知一聽就佢都知道你醒目。死啦！原來頭先講咗一句假話，點算啊？唔係。我講咗佢搞，因為錯啊！你知唔知啊？通常呢啲欺咩詐騙嘅 script， 係第一樣嘢係咩咧？如果你第一句已經唔係 fall into 佢哋嘅故仔咧，佢就會吸線嘅，因為佢知道你知啊。係啊，你應該話喂衛生署，我咩事啊？哎呀，我下次會再喂衛生署，我係咪中咗 covid？ 你知道我要的我走啊！下次我會你唔好話喂你揾邊位啊？不是你找邊，不是他找邊位啊，是你找邊位啊。喂，我應該找邊位啊，這樣他就繼續下去。你是邊位啊？不是啊。不是，你是邊個？你是衛生署邊個部門啊？我是不是中了 COVID 啊？我是不是因為我上次中完之後，你不跟他的 script？ 你不講剛才。他不講，他應該等下，喂，你不應該這樣答的。你應該要不要這樣說，你玩電話都玩得厲害一點。是啊。錯咗，佢就知道你唔係，所以咪吸線咯。算，咪依啲咪大數法則咯，即係炒股票一樣啫嘛。點解咁個個都話唔中？係，即係個個都話唔贏錢。咁啲嗰啲咩啊，開班上堂嗰啲就話：，誒點解個個唔搞？係唔中，但係我成日贏咧。就係因為佢唔會話俾你聽佢幾時輸。我就有方法啦。係啊，我就瑞士山區費，我都揾咗咁耐錢啦。系时候益下你哋班啦，系我哋都有开班噶。唔系我哋，哇！我哋收入平啊，明唔明啊？都平嘅，几百蚊。人哋几万蚊啊，大佬。所以咪俾人贴戒指。小雨哥成日收到，系啊，小雨哥咪叻咯，识玩啊。我冇佢咁劲啊嘛，系啊，真系嬲。听小雨哥入型入格咧，点啊？怎么样子啊？怎么样？我是。喂，唔系啊！我想讲你想 put 呢个二十咧，人人都想 put 啊，但系冇得俾你 put 啊嘛，好似冇得 put 喎。
二十好似冇一倍喎。嗱，其實咧中咗招咧，其實有個方法咧，賣空去拉 Q 佢哋，因為咧永遠都係要 ban account 過數。係啊，你過數俾佢，係過一毫子，蝕過一毫子，係啦。你俾人呃咗一毫子，你係咪俾人呃咗？幫你出咗機票，轉個頭打去航空公司改機票得唔得？係可以。咁我當去旅行。咁但你去嚟做咩咧？係咯，同埋個問題係你去完人哋，哇黐線嘅又夾翻又懟翻一百點。嗯。有得 put 有啊有啊，沽空咯，有得沽空。邊只？二十。有得沽空咯。你去打電話去間行度做，沽啦，應該都仲有兩日可以俾你沽嘅。做有排啊！仲有兩日可以俾你沽啊！我覺得沽多兩日。唔係沽咗點扯啫？沽得嗰班全部其實賺緊錢。係啊，呢個成本係幾多？做咩要嘥錢去三四毫啊嘛？招呼書有寫。咁樣加1000蚊講去日本，咁你要睇下你嗰個航空公司係咩航空公司先啦。佢同你買柬埔寨，我唔知道有冇柬埔寨航空呢樣嘢噶。嗯，係咯，咁你要睇下買咩航空公司咯。但係無謂博啦，佢有曬你嗰啲咁嘅 passport， 係咪先？嗯，真係想沽英鎊啊！睇下先，而家嗰個外匯。俾我睇少少嘢啊！大家，我都睇紧啲嘢，我都拣紧。哎呀，好难选择啊！试唔试下好咧？试。我听完你讲之后都濑嘢。点解唔试啫？外汇，我要，因为我头先咧，我就系话我做紧节目咧。我要用個腦去諗點樣去沽，同埋要點樣揾一啲微型嘅微型嘅英鎊去沽啊。嗯，係啦。你想享受啲咩先？我就要喺呢度咁樣揾啊！你明唔明啊？跟住我就要咁樣諗。哦，你想幾多倍槓桿？冇嘅喎，佢呢啲合約嚟嘅啫喎。咁你 hold 港幣咪得？我 hold 港幣，咁但係我都想。佢對美元跌啊嘛。係啊。咁你 hold 港幣，佢跌，你咪賺咗。小資渣都係咁講。如果冇槓桿嘅話，搞嚟做咩？冇槓桿係買佢升啫嘛。你明啊？我明白你講咩。好，完。但係我有啲錢喺期貨 account 喎。到我啦。喂。到咩嚟㗎？咩嚟㗎？我呢个你听唔听得噶？喂，佢有个。啊。佢讲嘢快到好似罗小姐咁啊！系啊，好烦啊！听一把声，我想刮佢两巴。佢唔系佢唔系你啲客嚟噶？唔系啊！真系唔系啊！唔系啊！系嘛？有佢講嘅，佢係收到一個國內嘅電話，86字頭。係啊，係啊。咁點啊？咁點啊？柬埔寨小姐。柬埔寨小姐唔係柬埔寨小姐嚟嘅，純正上純正鄉音啊。係。係啊。嗯。佢繼續咁樣加1000蚊改去日本啊？唔係喎，如果佢係出咗張柬埔寨機票俾你咧。跟住咧，你係唔可以改目的地？可以嘅，系可以嘅，加錢啫嘛。係咩？唔知道。其實佢咁樣係嘥佢 ID 啲錢嘅啫喎。係啊。大陸約炮電話。其實你應該要開嗰個 speaker， 等佢係咁以後以後你嘅，你明唔明？唔係啊，等大家聽。好煩呀！你知嗰把聲。我明啊。係啊，咁啲觀眾聽到未？咁啊，好似羅小姐咁啊，講嘢快到。我有陣時真係聽未收錢未，佢仲喺度講緊嘢，佢喺度好似嗰啲咧，你有冇去嗰啲拜神咧？嗰啲念佛經哦，嗰啲機啊，念佛經有啲係舒服嘅聽得嗰啲機，我知係啊，好猛啊！
咦，這個3668這個顯梅澳大利亞就33.5，我很久沒看這隻3668，跟著顯抗回咯，收了線了，是嗎？收了。上升其實是什麼來的？這個 HKD 啊，是嗎？哦，是嗎？是啊， HKD 啊嘛。上升其實就是拍了一套拆彈，拆彈二，還有虛擬人口。其實這一隻是不是跟鄭志剛有關的？嗯？是不是鄭志剛啊？不是李嘉誠。哦哦哦，4%嘛。恆指又跌翻119點，冇啦。其實完咗朝頭早第一陣嘅話咧，博反彈嗰啲就真係要睇實咯。而家港交所又再回翻落去291.4啦。嗯。唉，如果咁樣嘅話，揾只港交所再揾一揾先。找一找個紅證先，可以長坐的，是長一點，穩陣一點，即是不用太害怕。現在是291嘛，嗱，它上個交易日，上個交易日跌下來是295，是的，那時候我博295，有一隻的，剛剛我不是說了69584啊？69584這一隻其實都 OK， 313。69577是應該恆指紅來的，我估69577是咯。那麼69584我覺得都可以長坐下的。跟他說台灣 Number One 什麼啊？哦，他說支持台灣那些，剛剛說的那隻其實開了3天而已。嗯，是啊，那隻的熊仔都快快了，現在吃了10格了，回了嘛，因為他回回來了嘛。做節目真的看不到。是啊，等等，700呢繼續隊288.8，你聽日呢，如果今日呢他都沒有隊穿到下去這個18300呢，我自己睇法啊，冇對穿到18300，可能聽日會彈一彈，因為佢已經挨到落去保利加通到底啦。嗯，係啊，跟住 RSI 又開始穿30啦，5號條頸線好硬淨。47.4啊，941今日點啊？睇下先，941都係51.4，不過941比較硬淨啲咯，我會覺得。如果五號仔同941嘅話，今朝呢個睇下先。咁熟嘅呢只，睇下先，67350系咩嚟噶？哦，比亚迪，比亚迪而家咧，佢今朝系219嘛，219，而家做紧215.6啦，系啦，咁都可以再睇，系咪眼镜？做节目摆好阵势照炒。
有阵时系因为惊瞄咗声，你哋会麦啫嘛。恒子发兴红，我其实冇咩 requirement 嘅。Ida， 你有两年 operation， 咁当然两年你咪开紧公司，吉乜都冇啦。咁啊，可能都要有一定嘅 turnover 嘅。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就要啊摆到明啦，有75万美金，即系600万 turnover 左右咯。哎呀屌！我一陣間 send 另一個 PPT 俾你。而家咧，你開翻嗰個期貨圖咧，差少少，1501係今日嗰個低位啊，所以如果係要搏反彈，睇下佢會唔會彈得到啦。係啦。一分鐘圖都是不停地咬住晾住啊！做乜啫？我見你唔講，我而家喺度揾緊啦。而家1501嗰個低位咧，佢而家晾住咗喺一個位咧，要睇下佢會唔會穿506呢啲位啊！如果一穿506，就可以再繼續直沽冇朋友啊！你啱嘅，快啲啦！你啱嘅，支持一路做一路炒，講緊炒咩都得。是的，心很累累啊，因为我其实我想搏他穿这个18300啊，搏不搏？看着牛熊今天那个的街报分布量是怎样，我今天都忘记看。Why？ 哦，咩啊 ？Why 人揾我？哦，嗰日我同你做节目，你揾我。哦，嗰样嘢啊！今日嗰个牛熊仔分布啊，系呢、這个系啊，即系乜都18600至到18699啦，咁啊1400张，咁已经系食咗1400张噶啦。18500到18599咧，就1358张。咁就今日嗰个恒生指数嘅低位咧系18528啊。咁所以其实要食嘅话咧，都食咗一大橛噶啦。而家睇下佢会唔会再狠心少少？睇下先，狠心少少就怼埋落去。18400到18499啊，嗰啲位咁都有成1000张可以俾佢哋食嘅，系啦，准备有弹过啦，恒指，所以其实应该系稳位做呢个嘅反弹啊，唉，搵搵反弹都搵一搵俾大家先，等等先啊。穩位彈，哇！但係食咗好多張咯喎，已經。穩位彈嘅話就有隻63021啦，63021就有隻係18148嘅收回，咁啊10000对133倍杠杆，得個1% 街貨嘅啫。63021，今日嗰個所謂嘅支持位咧，就係講緊咯。如果你跌唔穿。如果恒指嚟講啦，恒指就係15538度啦，15538至到15528度啦，嗰個支持位跌唔穿嘅話咧，都可以試下搏去反彈嘅。如果唔係咧，期指嘅話就18501啦嚇。又再對啦，係啊，對啦對啦對啦。
晏昼翻嚟睇先，晏昼翻嚟睇嗰个事，得唔得啊？做乜啫？发觉原来我自己一个做都得啊嘛。咁妖，你可以嗌 Colin 叫救命。我已经内心叫紧噶啦，已经挣扎咗好耐。喂，怼啦，唉，沽佢。我买熊仔会唔会好薄啊？而家买熊仔会唔会好薄？其实真唔系，我觉得照落噶啦。我讲即时、啊，即时、啊，因为你开翻期货睇咧，系佢都一分钟图嚟讲都大大棍啲 friend 嚟嘅。嗯，系啊。点啊？点睇啊？嗱，已经做咗箱，又做顶啦。继续落喎、啊，真系。嗱，而家呢一个顶系，而家呢个系几多分钟图嚟噶？一分钟。一分钟啊！翻翻个底度咯。一分钟图。但系你都预咗啦，其实都冇咩好争论。因为一分钟图嚟讲咧，佢啊冇冇冇冇五四九。开牛做镜，搞到啲 MPF 要攞去保本，你话几？保咩本啊？点保本啊？MPF 可以保本，保條毛咩？保條毛咩？但係穿位，咦？總之唔沽啦，頭先係準備好彈唔係喎，唔彈繼續落喎，真係唔彈喎。喂，穿嗱，我啱啱講嗰個位啊嚇，一百五，點？一百五零一嗰啲 friend 啊嘛，一百系咯，一百五零一，跟住头先又讲一百五二三啊嘛，穿埋啦。你开翻恒指图嚟睇，唔系 sorry 期货图嚟睇，一百五零九啦，而家系咁怼落去咯，连续六棍、啊，阴烛、啊。算啦，冇乜嘢，即系系咁啊，食十格八格，系啊，啲啲日日都系十格八格噶咋，即系唔好。即系我真系宁愿唔坐唔搏第一，系啊，一百五三百到咗啦，系啊，所以头先就系话到咗而家一百五三六啦，而家系试期货一百五零零啦，一百五零零啦，系啊，八二六小注低咩啊？低位博反弹。但係佢嗰個一公二三毫子咯，係咯，公股價三毫都喺呢啲位啫。你睇三毫子啦，你跟住大户咯，只可以咁講。我自己就可能等佢穿，我咧有機會回穿，再收集多啲。雖然已經係好乾，係係啊，冇啊！你睇啊，睇人哋個成本價做㗎啦，依啲咁啊，兩樣嘢啦，一公二。三毫呢個價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另外一 part 始終都係要睇嗰、那個個貨源問題。咁你睇就咁睇，其實見到25% 啊喺大股東手啦。咁如果供嘅話，就會供齊啲。我諗其實唔會。你見到呢批供股其實唔係多街跟隻隻，你去到講到330啊嗰啲，其實都唔係有街跟。所以公股冇人跟嘅，今時今日啊，咁啊，公齊之後行咯，係咁玩嘅依啲咁嘅股票。交易所對出條隧道叫做一定穿。我 get 唔到啊呢個。咪即係識噶？我真係 get 唔到喎！我 get 唔到呢個 get。一定穿，唉，佢不嬲都系咁。我 get 唔到，我未夠班。即系我都未，我未夠班啊！我未夠班，我 get 唔到。冇啊！我而家喺度仲喺度睇紧嗰个格仔饼啊，即系食格仔饼嘅啫。系啦，啱啱一分钟图咧，又系试翻去到一百五零五咧，又再夹翻上去啦，即系都系呢啲位度不停咁徘徊晾住咯，睇下会点啦。一二一一快啲插啊！嗰、那個位係點啊？今日反彈到
政治風險可以跌到不信呢，我就話近排係尤其是星期三到而家啦，有啲波動就係你要睇加息嗰樣嘢咯。係啊，睇加息嗰樣嘢咯。如果佢真係預期比預期再加得多啲嘅一厘嘅，咁我真係支持冇運行，穿埋18,200嗰啲位都得啦。嗯，係啊。18格啦，皇家俾落去，我係啊唔還啊嘛，跟住話唔再嚟香港啊嘛，係啊，係啊，油麟碼頭可以拆咗起公屋，都係一個好提議啊！喂喂，嗰、那個真係山卡啦，即係我哋屋企人喺嗰度啊玩咗一次油麟咧，係去唔係一個問題。落咗船之後走咧，冇車。佢走係要排咗3个钟头的士。嚇？點解你唔車佢啊？佢係過咗幾日之後先同我講。嗰個係啟德嗰邊嚟噶嘛？係啊係啊，我係懷疑人生啊。其實係我未去過，因為我未去過。我而家仲喺度部署緊，睇下喺咩位可以再沽落去啊？嗯，係啊。根本啲的士都唔會入去，點會有車？嗯、其實佢哋應該係要整啲巴士線啦，咁樣。係。有冇巴士線嘅？有嘅，但係有排等。有排等咯，又係。同埋嗰度成班你去到，你都搭的士走啦，又幾多個敖巴士啊？即係你玩得遊輪嘅話，我寧願等3个钟头的士都唔坐嗰部巴士啊！做嘢。要 U 上一層停車接船。嗱，而家咧 A 股嗰邊咧，因為我都睇緊大家個對比度咧 ，A 股嗰邊都冇乜運行噶啦。上證嗰度咧都跌16点啦，咁啊3109.6啦。上證咁啊 A 股指數就3259啦，跌16.98，係啦。咁啊，哇哇，嗯，業主趕移民啊，深井海景3房。遠低於市價560万售啊，尺價不足8,300蚊啊。GG，係啊，要 U 上一層停車接船，冇啊，係啊係啊，要上一層嘅嗰度，因為地下就係巴士同埋的士站，但係。佢有一次去咧，就咁啱，哇！好耐之前啦，啱啱開波，走去睇下嘛。咁啊，你知道之前未起樓咧，係啊，即係乜都冇啊嗰度。咁啊，去到嗰度落船咧，你真係見到成班乞衣咁啊，即係好狼狽。而家個恆指夾緊上去 ，sorry 啊。慢慢。仲有肉線。係。內人係咪冇運行？內誒、欸、有內人呢樣嘢嘅咩？而家冇運行啦！你見到嗰啲咁嘅內房啊？喂，佢唔係話佢夾緊上去喎，恆指等陣先，好忙啊！真係好忙。唉，但係其實講真，你夾得嗰100几点，我又要同你喺度做操作，又要喺度慢慢喺度等你望，個心理壓力好大喎、啊。是啊，所以一路炒一路做節目。吃那幾格格仔真的很浪費精神。可不是的，我設價而已。你不看啦，你設4、5格放在那裡，中了中，不中你的方向不錯的話。但是我只可以設一樣而已嘛。是是是。是咯。那你就要是Ida，你設指示。是，對。想想我的操作先，我現在不做操作了，因為只剩下個半鐘。是的，不是你去到10点半已經沒有了，等時間。是啊，是啊，即如果你在說 Copper 牛熊的話，其實買兩球咯。我有沒有兩球買啊？ 你明不明啊？加上還幾雞，買一球咯。
如果大價少少買一球，買個兩球窿啊！真係，唔係啊！你買得越多咧，個人越醒噶。跟住即刻節目都唔靜咗，話俾你聽啊！係啊。十幾萬喎、啊，兩球都係啊！醒曬唔使食安眠藥啊！真係做唔到啊！而家佢不停咁樣砸幅橫藤，真係做唔到。但係睇十分鐘圖嚟講，佢應該係夾上嘅，係啦。開嗰個期貨十分鐘圖嚟講，佢應該係夾上嘅。買兩球錢，黃家俊就得。唔得啊！做唔到啊！真系做唔到操作。喂，点做啫？呢啲咁嘅操作，你有咩教下我？呢啲咁样怼到落嚟之后，咁样夹咗出音足。算啦，唔好玩。点做操作？其实咁多只。系咯，唔系啊，讲紧指数啊。咁多只，唔使。唔使抽指数。系唔使。700点啊！而家应该系夹翻上去。啊！咁样都唔夹 ，Colin 而家玩咩啊？你冇嘢做到要问你啦，我顶唔顺啦。揸两球牛熊证，每格2000，跳五格就收10000，好赌仔啊！你哋讲到玩美股 ETF 食趋势好过。所以我而家咧就留住少少本啦，留住少少力啦，就喺我等緊嗰個議息結果，睇下佢會講啲咩啦，跟住再部署定啲國債啊、美債啊嗰堆咯，明唔明啊？係咯。是啊，我都是买两球啊，一两球。喂，一格都2000啊。你有嘛？一格2000啊，玩快咁啫。你明唔明我讲咩啊？你有嘛？玩法系咁咪明啊？你一日要执几千系咁玩嘅啊？你有嘛？你买五球一格就5000。唔系，咁我点样先至可以令到30000嘅本可以令到我可以买两球咧？嗱。有個方法，我真係想知道。UA 財務，辣字一定幫到你。辣字、啊、借得好先還，唔係借得好先借。嗰句 slogan 叫咩？還得到先好借。還得到先好借。聽慣嘅啦呢啲。係啊，呢、這個時候好耐冇聽過安仔把聲。呢、這個時候安仔都唔知翻咗嚟未？呢、這個時候安仔係 UA 垃圾。係啦、啊。梗係。梗係8079啦，點會問 UA 姐噶？嗯，係咪先？啲息又係咯，啲息又高，還唔起又俾埋層樓佢。係，又有蟲草食。係，又有股仔炒。嗯，係咯。其實佢呢個圖咧，其實算係炒得幾靚嘅喎，我覺得。8079完全感受到揸兩球冷靜的心跳嚇、啊、喂真的好玩的喎、啊、其實兩球有幾多兩球錢咯我當我而家63021啦63021嗯咁就哇真係2000
二千幾萬股買曬啊，買起曬成隻牛熊嘅張數啊！冇啊！即系我点 flip 呢份嘢，我都揾唔到有啲咩 news。咪所以我咪话佢好劲咯，佢可以复星咯，复星咯，复星而家讲紧话旗下嘅股票债券俾人遭到双杀啊嘛。嗯，系啦。復星今日嗰個走勢係點啊？差，差成點啊？好差。係嘛？嗯。脈搏奔流 ，J W。哎呀，藥明生物啊，頂！你咪笑緊我哋操作，又做乜嘢啊？又做乜嘢啊？49.1啦，而家藥明生物9961跌啲咩啊？你清咗噶嘛？2269系咪？清咗啊！哦，咁恭喜你啦，稍微回几格。我系买得多系会咁啊，所以真系要睇细做。我三四买，算啦。一四股。現在去回三一，哪一隻？藥明咯，是你才行的，有沒有想過斬手指戒到？他明明都看著他是會對的啦，有沒有紅的這些？找一下，真的有啊，但是那些紅仔又不貴。有隻嘅新開，69903，收回價55元，100:1，槓桿得6倍嘅啫。不過街貨，因為佢今日新開嘅，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街貨。哇！一開已經7.7咯，最低6.2。嗯，恆指條。支持硬淨會反彈嚇、啊！你知唔知道咧？而家咧 CBD 咧，係變咗毒品啊嘛！係啊，你成屋都係喎。冇啊！點算啊？啊！你知唔知咧？市場上邊咧有一隻 CBD 啤酒咧，係好好飲嘅喎。哦，係啊，係啊。你有幾支喺台面喎？台面？係啊，你唔係買咗咩？冇啊，冇啊。嗯。而家冇得賣啦。交易越密，蝕越多，將個電話轉飛行模式啦。係啊，因為你蝕手續費都已經蝕曬啦。係啊，呢啲係倫敦金騙案啊嘛。入一萬，跟住同你做咗7000多個 transaction， 跟住就蝕曬嗰啲。係，所以係睇準去做啊。未落盤就股閃發，發咗咩啊？嗯，唔係我而家睇緊嗰只陽明生物嘅熊仔都幾直薄啊！你收下收回55元喎、啊，即係呢一隻咯。55元嗰個價係可唔可以 high 一 highlight 喺邊個位啊？再高啲哦。
香港人讚哦，每單$110啊，好貴啊。嗯，唉，入啦，入咩啊？69903咯，不過有少少抹價。$55喎，差唔多咯。用 City 好平啊，幾錢啊？牛牛都便宜，不過就是不停地做下操作做下操作呢就用多了。他說現在呢預期加息呢0.75%，那說緊話水泥板塊好像是有些防守反擊線，你覺得怎樣？水泥股的話不可信，入到就入，入唔到就算啦。排隊，哎呀，頂！好悶啊！事真係。不是還好啊，其實除了這一隻之外1024都可以沽，他在那裡在看 WhatsApp 啊，因為是好悶啊，聊一下偈啦，我跟你有什麼好聊，就是沒有啊，我現在 desperate 多你們剛才 feel 不到嗎？我剛才 desperate 到我要問 Colin 你炒什麼了？炒美團，真的炒了美團，我真的炒博反彈，博反彈，但是你是炒正股啊？正股，哦，博美團彈都幾危的，即是你要捱價喔，博美團彈，如幾價就走了，哦，都是幾價，對啦，不是，我覺得博美團彈 是一個策略來的，因為彈呢5-6% 給你呢，但你要捱價咯。係啊係啊，係咪、啊、你係咪稱讚我啊？哦係啊，我覺得係咁啊，啱啊啱啊，你博彈就係博美團啫。因為佢喐得喐，睇下即刻有嘢講啦。一喐就多喐得多啲啊嘛佢。唔使我啦，唔係啊，我決定咗聽日請假。我定我請先。等我請先啊！我決定聽日。Hilton 聽日做多集。哇！買完之後升兩格啦，嚇死我啦！咩啊？藥明生物咯，69903。有冇睇依個啊 ？Lego Lego 新年彩係啊？做咩啊？劉青雲做咩啊？啊！嚇死我！揾間公司詳細分析啊！唔好9988啦。其實冇啊，講俾你聽，所有公司都唔得。所以咪揾嘢判咯。分析基本面。你看業績了，完Q曬啦，成件事揾嘢撥咯，所以揾嘢彈咯，你就係咁低先有得彈啫嘛，仲有得再低喎、啊，有得再低咪捱價咯，所以我咪同嗰人講，佢有機會要捱價咯。我而家只熊仔唔使捱價啦，唔係咁你順勢而為啫，但係 Colin looking for 彈反彈嗰下兜嘢就去6-7%，再槓桿20倍啊嘛。因為槓桿大啊嘛，但係嗰個問題我都話係，即係個策略問題啊。係近排我點解唔夠膽揾嘢彈呢？彈咩？係啊，都話同埋星期三你意識咯，你一意識個問題，你一隊你個市，你所有嘢都跟隊。嗱，
咩？你知唔知咩叫跟隊？今日咪隊咗？隊咗啦。點解？因為佢出咗個消息啊嘛，係啊。係啊，隊完啦，去到依位其實冇再落啦。292咯。係啊，就算跌二百幾點，其實佢都落喺依位。我而家講緊就係嗰樣嘢，個消息出第一預期之後有彈。咁如果彈嘅話，399你咪一個好選擇咯。咁要坐咯，要挨卡咯，三四坐三星期三星期四。咁你可以唔坐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唔知聽日個價會點啊嘛。可能個預期聽日反映咗，咁其實可能聽日已經彈。咁呢個係策略問題咯，即係買唔同嘅嘢都唔同價位，都係你選擇嗰、那個。操作方法問題是炒輪證落手一兩球一般不捱得過十格八格，所以剛才他就是說會 set 止蝕，即是情願 set 止蝕不 set 止賺。哇，這些真的看分鐘圖落的話，即取 market 買，跟住兩三格三四格，跟住派翻出街，你看得很短，可能一分鐘已經做完。現在恆指夾翻上去啦，606啦。如果你心理狀態好少少，可以捱到價嘅話，咪捱咯。即係388呢啲擺明死嘅啦。咁而家誒破咗位，懟曬落嚟，咁咪彈實彈嘅。咁但係問題又會唔會影響咗佢個啊？佢會唔會係咪轉勢咧？我真係睇唔到有啲咩位置轉勢，只會越嚟越差。你而家俾人告。跟住個結果係，當然可能幾個月之後啊，真係有好似冇事發生咁樣啦。係啊，但係已經出咗嚟咯，只可以咁講。係咯。我喺度狂掃啲 news， 都冇咩特別其他 news。所以我冇特別，我要問 Colin， 我 desperate 到，你仲要玩咗成半個鐘電話。你好似 train Hilton 咁 train 我而家，train Hilton 啊，一個鐘頭唔講嘢，Hilton 啊，而家咪有咁嘅能力咯，係咪？9988祝福你啊！邊個啊？邊個入咗？阿袁碌碌咯，正股啊，恆指上升63021咯，頭先俾咗只博反彈。嗯63021反彈嗰個11400啊嘛，咁安全嘅，我覺得呢一隻，因為我斷估佢點樣懟都好，佢都唔會懟今日啦，嗰個勢唔似係會懟600多點咯。咁博反彈，我覺得可以部署呢一隻咯。哇！1177都跌金喎。1177係啊，不過所有嗰啲 biotech 都死曬啦。拜登咁搞一鑊，1929好嘢嚟嘅。周大福，係啊，我覺得唔會咁快落翻。7200啦，中國電信啦，都慢慢行翻個高少少。新年唔喺度好耐嘅咯喎，你應該好耐冇聽。係啊，都成年喎。冇成年，係9988入咗，係啦，希望 OK 啦。咁我睇下佢今日，會唔會係又係好似以往嗰啲日子嘅劇本咧？係，即係中間嗰啲夾幅夾完一輪，跟住又再落翻嚟，又再派個，係啦，又再冇，即係冇成，即係點講咧？冇升幅啊？唔係冇升幅。即有波幅冇升幅，系國瑞嘅至理名言你都唔係，即係前輩啲嘢講完要寫低，要記得嘅，係啦。所以就係似係，即係喺心中默念。今日收市，今日收市似係150多喎，會唔會啊？唔係啩？係啊，好耐咯喎，新年已經離開咗我哋啦。講起呢啲哀傷嘅消息，就要講英女王。係11點啊嘛。11點。係啊。應緊睇直播喎。11點。係。
四，上翻啲一啲梅，跌定咗，我覺得。到18700，再做紅。哇！做乜嘢啊？啊！終於上翻嚟啦，3690。我等咗一陣啦，佢都辛苦。係咪啊？捱價係捱價辛苦嘅。終於喐翻上嚟少少。但我覺得。去到依位其實夠深啊，真係係時候應該彈一彈，要搏反彈。啱啊 ，Colin 啱啊，我都係咁覺得，不過都係好難講。冇升幅又好難。其實今日佢再深咗啦嘛，係即係你話對得再深咗。你上次都以為差唔多到得，佢今日真係又深啲喎。係啊，所以你即係逐步逐步過。係啊，佢慢慢嚟。1125咧，你嗰下咧又深多幾格。係啊，咁你變咗都係玩幾格都係走，真係算了。是啊，其實難的，真的不易，選手難的，所以個心理質素要都挺強的，很辛苦，個強壯的心臟，你買得多，尤其是買，喂，都不要說買一兩球，真的買500000貨擺在那裡，因為個leverage大呢，是這樣，即是好，即是riches，是很賭，心臟，是的，又有電話喎。又是啲大陸電話。誒你好，依個係佢嚟嘅喎。又係佢，真係佢。黃家俊先生。堅係佢。係點啊？係係。係。是是我沒有去 contact 喎。我原來是真的玩他，不是玩電話的，那個電話是應該都是玩玩的。其實我不是太清楚你說什麼。撐不住了，不知道他暗什麼，他說得太快，我想盡量偷聽都偷聽不到，真的不知道。有時候國語有問題，是啊，大家的 leverage 都是這麼上下，普通話有問題，我都不知道怎麼投入國內的懷抱，我還說要做一個小粉紅。你本身是啊，是啊，是啊，你說的內容都真的很悶，是很悶的事，其實不是悶了一天的。加上今天真的沒有 news， 沒有，因為今天呢其實所有的國家元首都去了英國。是啊，是啊，所以沒人搞事咯。不是搞事，即是沒事搞，普京都要停一停，普京都沒事做，要給面子英女王，是啊，這樣咯，騰訊咯，繼續睺咯，很酷，真是酷，內眼就不好了，一沒事呢，繼續跌的，一有事呢，都是繼續跌的，但是彈呢，都只不過是可能 5-6% 的升幅咯，好像那隻2269咁樣咯，蛋糕紅咯，完美蛋糕紅示範啊！係啊，真係深度嘔。咁啊，冇啊，差唔多時間報翻個恆指先啦。仲有18616啊，跌緊145，成交有428億嘅。算。Take a break 先啦，咁啊，一陣間11就有英女王落葬噶嘛，係咪啊？出殯咯。出殯。出殯未葬的，出殯其實出殯和葬都是出殯是一個儀式嘛，個 ceremony 係咯，跟住就 suppose 跟住，總之就係話係 final farewell 咯，係咯，跟住收埋，跟住再擲日去擲日嘅咩要即葬啊？英國有擲日呢樣嘢嘅咩？佢哋都有噶，係咩？係啊，擺好耐啊，可以苦啊嘛，防苦啊嘛。佢防腐咗噶啦，一死就即刻防腐。系咯。系啊。系咯。系啊，所以可以沤好耐。
咁所以大家十一点钟啦，就可以睇啦。系咯，好啊，咁我哋 take a break 先啦。咁啊，依家喺度小春啦，拜拜。拜拜。